你跟他说命题跟老师说，就是他可以把后面先表率先站出来，先看他，然后准备就好。对，然后这样就最好。不是，他推倒，然后先标出来，是他要准备补的时候出来。哦，是哈，他如果这样就出来，他就成功了。我们再强制改进，你懂我意思吗？那你可能要再说一点。